谢谢你。好，OK，来下一位，下一位。啊，下次大家做姜母茶吗？两三千，一两千块吧，两千块吧，两千多，对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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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需要帮忙跟我讲哦。好。哎，哎，小力的压，哎，可能要不要超过45度？啊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对。哎，再说一次，是我买便宜货，因为买台湾的1700，这个我买500块，三分之一不到的价格。来，那个你们要聊今天的感想吗？来，我镜头可以过来吗？来聊一下今天的自己做奶茶的感想。就是要怎么让我笑？哎，我放 YouTube 了，哎。要放 YouTube 了，那这样太丢脸了。哎，怎么会丢脸？实做上，但是下次我教你们开始做消毒，开始做卫生检测，然后再做温度的测量，因为这样才是我们课程的东西啊，不然变成美食。哎哎，怎么突然有人就过来了？哎。自己来，自己来，应该分量够，分量够。好，我大一颗。哎，我先来了。自己来，自己来，自己来哈。我环保杯扣5块。你要不要泡两杯啊？那个糖有点太多，你就对啊。这样我送你五颗珍珠好不好？再把茶加满，然后分两杯。好啊。太多了。那你要跟我一人一半吗？感谢苑学姐，准备进入水深火热的地狱了啊！烟酒生，烟酒生。跟你说一个小故事。好好好好，没问题，我先关机。